就是这样，没错。所以 fly 的花就进去，太合理，引到这里玫瑰，就有点不平均。没关系，等一下我不会这样子直接出门，因为等一下要出门，所以其实我会戴个帽子，戴个帽子就会比较就是正常一点，看起来正常一点。对。小迪大人说的是对，大迪。对，会需要一点时间，那就是准备我的外送 ，OK？ 外送仔，我真是预估错了时间，因为根本发中要发被告眼妆，有人说觉得今天的眼睛比较大，是因为我今天化妆比较认真，对，因为等一下要出去，所以比较认真一点，对，没错，然后对，就是这样。我的限动都是白色，为什么？为什么是白色？你都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有为什么吗？他要拿了，他要帮我拿我的外送了，我还兴奋。好棒，不要戴着，这衣服不太适合。今天是一个休闲的风格。哦。原来是很闪，所以就是看不到。原来是这样 ，OK， 我现在 get 到了，不好意思，我以为这是大家，我以为大家会说，哎，限动啊，不是，我以为你们会说，哎，闪到我，我快瞎掉了之类的。原来你们会说这个说法，我有点很惊讶哦，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子，哇哦，你懂吗？就是你感觉到我的哇哦的那个感觉吗？哇哦。真的服了不知的那个哇哦，对啊，最近听了一首歌叫 Orange Cafe， 不是 Cafe， Coffee， Cafe 是什么？ Cafe 是店， OK， 是 Orange Coffee， 不好意思，最近英文有点烂哦，这是 Hi Orange Coffee， 推荐大家去听我的那个Instagram 最近的新的文里面，我的影片是用这个歌的当做 BGM 这样子，对，没错，推荐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有没有休闲？他拿到我的外送了，我等一下就下去拿了，这可能会五分钟内会回来，因为很快，我就是冲下去就冲回来，对，我好期待。干了干了 ，Hello， 行。等下会下去拿我的外送，追踪一下，感觉蛮快就会到了。吃很多菜很好啊，对身体很好，多吃菜是好事。我早上我也是什么都还没吃，然后就吃了一根小黄瓜。小黄瓜是很健康的东西，所以其实反正蔬菜不会胖，你可以多吃一点，知道吗？哎，我好吃哇！好谁啊！吓死我！喝个水。笑死我了！擦一下地板，我刚倒了一点东西，倒了一点东西。
到我的背，是吗？它快到了，好期待。他说预估十分会到，这次快到了。等一下，我怕他会断国会吗？放在这，你就是看着他，找个东西把他。Hello， 塔瓦哥。一个很好吃，这是很实用的胃药。对，这是我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很常胃痛嘛，然后就买了，然后先放着放在家，然后就比较方便，就是如果有胃痛什么的就可以吃。它快到了。我昨天很晚都还没睡，然后我一个朋友就是我有事情找我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就问他，哎，你在吗？然后我的朋友就说 Don't stay up too late， 他就直接打这歌词给我，然后我笑了。对，又来。我先跟我的通常你们会下去等外送来，还是等他打给你，你才下去？通常我会先下去等他，可是因为现在我在直播的关系，所以我的手机我会，因为我是另外一台手机，不好意思，音乐可能太大声，我就可能会拿另外一台手机，就是现在是另外一个手机。放那个网路，然后现在这个手机是接在我另外一台手机的网路，对，我都会等他，我都会下去等他，所以等一下，可是没办法，现在在直播的关系，我就不能拿手机下去，所以我都会直接下去，就是等他快到了，我就马上冲下去，对，我也是等他距离差不多，我就下去等，我都下去拿，欸，我有点不好意思请他，就是。对，他现在停在一个红灯的地方啊，那我要下去了，大家。好，先看他的直播可以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下去。
回来了，真的很快，是不是？因为我是用冲的，而且不意外的，他也把我的酱油打翻。天哪！因为我点的是寿司，所以呢，他把我酱油打翻，没问题。我先拿一个东西整理一下。这是日常，你知道吗？这因为我点的是寿司，所以我想戴帽子。白痴哦！因为我点的是寿司，所以我想戴帽子是怎样？对。啊，因为头发有点不太平均，所以戴个帽子可以遮一下这个遮瑕。OK。唉，整个保温袋喷飞的 food panda 那么好笑，可是我今天点的是另外一个，对，但他打翻了，可是他打翻的那个酱油是在我的袋子里面，在这个袋子里面，所以其实还好。哇，他有冰块，谢啦，冰块先把它装好。不然它已经水。哎，我发现我有点过这家哎，我记得这家我是有对自己讲过，不要再点这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跟自己说不要再点这家，是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没有很寿司的感觉，就虽然它是寿司，可是它的新鲜度好像没有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个感觉，对，所以就是这样，笑死！第二次踩雷没差没差，没关系，我喜欢踩雷，才怪。是像寿司了，只不过是没有到我想象中喜欢的那种，就是新鲜的那种感觉。以为我发就是酱油包，谁会拿酱油包去，就是夹我头发？不是十块那种，它不是十块钱那种夜市的寿司，可是它有点给你们看好了。还不错，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可能是我自己比较要求比较有点要求。他肯定以为我吃的是我点的量可能比较多，然后他就以为我是两个人吃，没有哦，我一个人吃而已哦，我一个人就吃超多了，因为我超喜欢吃寿司。如果你说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什么类型的日式料理，我最喜欢日式料理。这种天气还行啊，他送过来，因为他有冰，他有给我冰块，就是他有用袋子装着一个冰块之类的。所以他还好，他不会很不好，他不会很热。谢谢玉安的礼物 ，Hello 大家，哈，这样比较省着用。他这是你看筷子也有点，都是那个酱油。擦一下，日常外送日常，其实也不会说什么的，因为也知道其实外送蛮辛苦的，所以你要一直跑一直赶那个单子，我也知道，所以就觉得辛苦大家了，我就慢慢整理慢慢吃，这样对啊，这样我更可以慢慢吃，对不对？Hello， 大家，不好意思，我在处理我的食物的部分，所以现在可能没办法看到大家的留言，可是你们可以一直留言，我
可以就是一边整理一边看。其实也还好，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就是生气什么，其实真的不会。我会吃啊，我会吃。哎，塔瓦哥是不是做餐饮的？听说，我好奇是不是做餐饮业的，因为对，有听说，很好奇好奇。有啊，有两包，因为我有点一个是刺身，就是生鱼片的部分，然后它里面已经是有那个 wasabi， 所以其实它再给我一包这样，然后其实量是很多，而且它这个是很辣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是酱油跟芥末是分开的，我不喜欢把它们混在一起，我都分开。不太喜欢把它们混在一起。好像寿司真正的吃法是，就是那个华沙皮是夹在寿司的中间，对不对？是夹在那个生鱼片跟饭的中间，这样我记得是这样，没错。茶碗蒸其实。我不太喜欢吃寿司以外的东西，就是如果是日式料理，我不会去喝那个味噌汤，也不会去吃那个茶碗蒸。对，可是因为寿司的那个茶碗蒸很好吃，所以我都会点那个，我就特别喜欢吃那家的茶碗蒸，其他的其实我真的还好。就是我对茶碗蒸这个东西的想法，就是还好。接受茶碗蒸里面的香菇，哎，可以哎，你们不行吗？就是会不会有人是不喜欢茶碗蒸里面的香菇？寿司我最推荐的就是寿司啦，另外一家也好吃，可是我觉得寿司郎好像给我的感觉比较新鲜一点，所以我都比较喜欢吃寿司啦。我也知道台北很多是海港，比如说基隆啊，对，我可以吃啊，我什么都吃。自家在偷读书不跟直播，你跟他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你要偷看直播然后认真读书，这样反过来笑死而且你知道吗，我知道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反正就是台湾的就是很多渔港都有卖那种寿司，就是生鱼片什么的，很便宜，都很好吃，非常好吃，我都很喜欢，很划算啊，不觉得吗？真的，生鱼片本来没有很贵，可是如果是日式料理呢，是卖的比较贵一点。
need to get this weight off my chest. Lately, you've been in and out of love. I've been feeling in and out of love. 太可惜了，你猫头就是对生鱼片，就是远离生鱼片这件事情，太难过了。Hello, Sam. Sam. Maybe the way you feel is out of my control.而且奇，你们知道奇鱼吗？奇鱼这个东西，我看很多超级就是超市有卖奇鱼这个东西，然后就想说，哎，那是可以生吃的吗？然后我再看，我刚点的那家的寿司，他们说有写奇鱼是寿司，我不知道奇鱼是什么。我好像没有吃过奇鱼，那应该跟那种白生鱼差不多吧？是不是？不行哦。超市的我也觉得不行，应该要用煮过的。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超市的鲑鱼不能生吃。我以前很不喜欢吃姜，现在因为我看小晴有吃姜，我就试试看，我就觉得其实也蛮不错的，对不对？它有一桶。我最喜欢吃鲑鱼，还有干贝，不是干贝，那是什么？呆鸡，呆鸡还没有，圆贝吗？干贝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白白的那个圆圈圈的那个。我不喜欢吃那个叫一整颗的，我不喜欢，我喜欢吃那个白色两个圈圈中间有个白色边的那个，超好吃，我最喜欢那个。这个也是小时候不喜欢吃的，我们香港叫什么中华沙拉，那就是海带，我以前不喜欢，现在也蛮喜欢的。黄色的那个叫，我知道它叫西林鱼，你知道吗？希望的希，灵魂的灵，鱼的那个鱼，台湾叫什么？黄色那个，泥性是什么？尼莫，就是那个。那个很好吃哎，我很喜欢吃那个，有点酸酸的，对不对？喜欢。不是合成的。我喜欢吃那个，我很喜欢吃。
我知道有一种叫什么，有一种我来台北之后才知道的一个生鱼片叫什么虾虾什么什么，你知道吗？这首歌是 Home， 我打给你，我用文字的打给你这首歌。前面是人名哦，对，鲨鱼烟，就是那个鲨鱼烟，我是去吃新叶才知道什么叫鲨鱼烟，那是很特别，就是有点软绵绵的感觉，就有点特别，蛮好吃的。这个很容易卡到牙齿，还有让你的牙齿会变绿绿的。很好吃呢，鲨鱼烟很特别。我在网络上面看，好像说是蛮健康的东西，是吗？我也吓到，鲨鱼肉哎，真是吓到，没有想过对不对，人哥？我第一次吃，我就觉得这个口感很特别，然后再去 Google。鲨鱼烟是什么？我觉得蛮好吃的。番茄沾芥末番茄酱没有。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很喜欢吃寿司啊，日式料理吧，我超爱的。我只有四个，是当真熊仔头嗰个 channel 小薯片，再讲，佢咩？唔记得咗添。我觉得做 YouTuber 好好玩，即如果可以加入，应该好好玩。谢谢少爷的续费，我也是吃过枯奶跟吃过寿司郎都回不去真鲜。我喜欢吃冷饭。前一阵子才跟，就是我跟嘉莉，前一阵子才说我们要去吃那种无菜单的日式料理，怎么办？会不会回不去了？应该回不去，不会回不去吧？希望不要回不去。嘿嘿，在美登美，我哋就谂住食嗰间。然后那个烧鲷鱼好好吃哦，那个油油的，再加那个酱，嗯，对啊，
们从大概三月吧，讲到现在都还没去。三月四月中左右。因为就是叫公演。嗯，有推过 KTV 有。留下来洗碗，语带相双关。礼拜二嘛，本来我跟小琪是想不到要吃什么，然后就想起你推荐的那家，结果我们在网络上面查，我们一看，就发现礼拜二公休，天哪，那礼拜二公休不能去，然后我们都很想吃，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花生酱，那个哇，感觉就超好吃，所以我们都很想吃，结果礼拜二公休，我们就去吃了别家。好，吃完无菜单，我应该会再吃一个东西。太可惜了，空休。肉桂冰淇淋，哈，我好期待，好期待哦！我们昨天也有吃甜点的部分，我觉得。跟你们说，我觉得鲔鱼好不好吃也是要看店家，就是因为以前呢，我不喜欢，我真的很不喜欢吃鲔鱼，超级讨厌吃，是到讨厌的程度哦，看到它我就直接躲开不吃。然后当我吃过寿司郎的鲔鱼之后，我就哇，原来鲔鱼可以那么好吃的，天哪！吃的尾鱼是那种很有筋的那种，就是可以咬很久的那种。嗯，每次去吃寿司郎，就一定会点至少一盘中福。它那个鲽鱼侧边。那个也非常好吃，你们知道那个吗？那个油油的部分很好吃。谢谢小叶的文手礼，那个不是 Q， 那个是很油，油到一个不行，可是很好吃。嗯，比目鱼是油油的，对。脂肪比较多的，嗯，我喜欢吃油脂比较多的鱼，像鲑鱼这种油脂就比较多，很好吃。而且鲔鱼它有分两种，长鳍鲔跟普通鲔鱼，我比较喜欢吃长鳍鲔，就是比较浅色的，比较粉色一点的那个鲔鱼。
也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所以那个什么泥什么泥壳泥什么，那很好吃。茶包叫桂花绿茶，对，应该是蛮解腻的吧。对，好香哦。我有穿裤子，放心。我只是很喜欢这样子蹲在椅子上，不知道为什么超爱的。每天都有穿裤子，好不好？好。桂花会更腻，我不知道哎、欸，是哦。那因为它不甜，那我是不是要喝绿茶？绿茶我有，我去拿。比较简单，花茶是什么花啊？桂花茶、菊花茶、玫瑰花茶。好，谢谢塔瓦哥，我觉得塔瓦哥也是一个很懂食物的人，食物跟饮料的人，所以我听塔瓦哥的话。洛神花茶，它有什么花茶？高山青茶，这种算有喝过吗？这什么高山青茶，什么什么茶之类的，有吧？就是点去饮料店喝的时候，都会清茶什么的。有啊，玫瑰花茶其实就只是你闻起来有玫瑰的味道，喝起来也有玫瑰的味道。可是你不会去到玫瑰的那种感觉，就那个香气会在你的嘴巴里面，还有你的鼻腔，可是不会吃到甜，因为没有加糖，所以就不会甜。无糖乌龙茶。我想问大家，就是啊，不是，没事，白痴哦，我在干嘛？我最近真的是完全是一直在自己跟自己讲话，然后又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你懂吗？所以其实我刚刚说的话就只是我想要讲话而已，可是我想不到要讲什么。对。11个小笛。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啊，就是我们是可以看自己公演的
的那个影片，就是去检讨或者是什么讨论之类的。然后因为昨天我就看到影片，我真的是整个哭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我下一个直播礼拜一的时候不是说我很紧张，然后我觉得自己做不好吗？然后我去看回影片，我看影片之后 我自己觉得其实没有我礼拜一说的那么糟糕，你懂吗？我真的是没有礼拜一说的那么糟糕耶。就我看回影片，我觉得对，比我预期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就是表情方面是我觉得是有一次我记得仁哥不是有跟我讲过表情的部分吗？是那一次我忘记是几月，是一月吗还是二月，我忘记一月还是几月，好像是一月吧，对吗？然后 那时候很多人都说表情有进步，有比较好，有就是很惊艳到，对不起，我不想，不，我在讲什么？我想要喷一下定型，对不起，等一下。对，那时候大家都有称赞我的表情有做到，然后很惊艳，应该是二月好，我也忘记，所以这是一二月的事情吧？对。然后呢？我觉得这次某几首歌，比如说，曙光爱情的部分，还有独自住的部分，还有奇迹，其实和拼图，其实很多很多很多，都让我觉得哇，我表情是这我自己看自己，我是觉得我的表情是有之前仁哥称赞我的那一次更好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我看到影片之后，就除了一些动作小细节的部分可以更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太恍神慌张的部分可以改善以外，我觉得其实这次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对，如果是这次的表情再加上一半的二月的独自住的部分，然后动作也是二月的话，那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演出，对，因为我自己很注重整体团队的感觉，还有我表情的部分，表情部分是我最最最最最在意的，因为我觉得表情这种东西是可以演绎出你对这首歌的一个印象，还有你想带给别人的一个感觉。然后这次的表情部分是我最满意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自己表情之后，我就觉得我是感觉到我想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的讯息。可是我知道当下大家是比较难去看表情什么的，就可能就是因为偶像在表演，你就会哇，就看动作、看舞台魅力之类的，你们就会哇，这是比较不太会看到表情的部分。可是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检讨自己，然后可以看影片去分析自己的表演的那个情绪还有状态，所以我可以重放很多次。我真的是觉得这次的表情，这是有让我自己也惊艳到，是非常非常有，就是有几个点是让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自己有把它录下来。可是就是有点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看一下这一点点。其实我觉得每个月有公演也不错，就是虽然是姐姐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我们也会一直一直练习练习，可是我觉得是好的，这是好的。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个曙光爱情的一点点，就是我不会把它完整放出来，可是可能现在看有点模糊，可是我看到表情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表情，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些独自制的动作
我也很喜欢，就是我不知道男生喜欢怎么样的感觉，就是独自住的部分，还有曙光爱情，我有几个部分有摸到摸自己的脖子，就摸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我自己看是这个动作有带有让我，就是我当作自己是一个观众，我去看自己的表演，我看到我这个动作，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对。我看一下，就是那背部快的点亮那边，其实我蛮喜欢的，可是你们应该看不到表情，我就。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有些头的动作，就是背部快的点亮，就是要有一点这种低头，不一定要一直正面看着对，看着观众对。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有时候有一些动作有点耸肩，也是蛮好看的。给你们看，这个。好了，有点模糊，就背负夸的点亮，那个肩膀有一点点耸肩，然后就超棒的，天哪，这什么东西？我昨天我这是我看到四点多，我从两点多我可以睡觉，然后一直看到四点多，一直重放，然后那个谢谢都在后影一勾吧黑口，然后还有的就是第二次主歌。有一个部分我也蛮喜欢的，这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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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是噔，这边这个手有一点就是这样子，这有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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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小动作，就觉得哇哇。我这一整个超惊艳，就是我自己有吓到，给你们看，这个，好了，可能你们看不到，可是那表情部分真是我自己吓到，这哇哇，你懂吗？还有这个部分。你知道这首歌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屑，是这样说吗？有点拽，有点不屑这个世界，不屑这个对，就是这个世界自己对。然后我看到我就完全是有那个感觉，你懂吗？就是对，就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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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怪兽帮爷爷拿眼镜，笑死！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真的是坐在我的前面去看，注意看看我的表情的部分。就是如果五月公演大家会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这部分。我是蛮想要大家看到我的表情，然后想要从大家从我的表情里面感觉到我想要就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带给大家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怎么样的想法之类的。然后。还有的就是，看一下啊，噔噔噔，我的他噔噔噔，那边我会有点坏笑，对，我很喜欢那个坏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看看那个噔噔噔噔，我的他噔噔噔那个，贤仔是不是？贤仔坐那么前，一定看到表情部分。对，嗯，那希望大家抽到 D 到 L 的部分的正面，
就是哪里？昨天是奇迹。昨天我看奇迹，我看完之后，我哭，就是我哭了。那我哭不是因为怎么样，而是，就是因为昨天吃饭的时候，我跟小琴一起看我煮的奇迹，然后。我看我们组的奇迹，可是因为我近视嘛，对，我近视再加上有一点这闪光，我都看不到那个我自己的表情。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是其实我有点不太敢打开我的奇迹，因为我很怕看到很糟糕的自己，我就谁会想要看到糟糕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打开。然后昨天鼓起勇气看影片的时候打开，我就看完之后，我还没有看完，我看到一半。就是我都哭出来，为什么我哭？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原来我的表现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对，只是我一直想着自己很糟糕，所以我就真的认为自己的表演很糟糕。对，真的比我想象中好。我要说。真的，我吓到，我整个吓到，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奇迹跳得很烂很烂，然后虽然就是我跳完之后，很多人都来鼓励我说觉得表情很好，动作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跳得不好，就是是已经到烂到垃圾的程度。对，所以当我就是表演完这首歌，我是松了一大口气。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糟糕，自己的舞蹈很糟糕，很垃圾，很废，很烂，我的 solo 超废，超烂，超不想看。就我一直是这样子想。然后当我昨天我看到影片，就我看到一半，我就哭了，因为原来我自己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就怎么会这样子？对，就是昨天就我怎么会这样子想自己呢？而且我有想到，就可能是因为我虽然受到成员们的鼓励，可是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老师的认可，是认可，不是说赞赏，是认可。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站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不对的？我是不是不应该站在奇迹的一号位？我是不是不应该站奇迹的 center 的位置？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担当不起这个位置，对。然后就一直想着自己的动作超废，然后，就我觉得是没有受到认可。虽然我知道大家一直就是。我哥哥，我的好朋友们，他们知道这首歌，就是我的好朋友们都知道我的想法，然后他们都知道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怎么样之类的，他们都一直有鼓励我，他们都一直鼓励我，不是说什么你们不要再乱讲，你们不要乱讲，不是什么，不是这样，我是可能我觉得。老师给我这个奇迹一号的位置是有他的原因，有他的道理。我觉得，其实我刚刚看到大家留言，我觉得某程度上老师安排这个位置给我，也算是一种认可，对。可是因为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我只是一直想着我站这个位置是不是不对呢？是不是可以就是让给。比我舞蹈动作比我更好更干净的人，就是我觉得其实柏林也很适合，就是我那时候一直想是不是真的我真的是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吗？对，我连 UNICH 都这样子想，对，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很就是那时候就一直觉得
这很怀疑你，你知道吗？一直很怀疑自己是可以做到的吗？然后就是，所以我的意思完全没有怪老师什么的，我只是我自己的一直在自己跟自己吵架，就是我觉得我是值得站在这个位置上，而且老师也给我这个位置，我都要做好，所以我一直这样想。可是另外的我，另外一个比较悲观的我，都一直想着，我真的是可以吗？我这动作真的是可以吗？可是我比较不会跳，我记我那么慢，我真的是可以吗？这你懂吗？这是两个我在吵架，所以到那时候是比较悲观的我吵赢了，所以我的想法就一直想说，我舞蹈这么不好，我表现那么不好，我跳的这么烂，我是一个垃圾，就是我一直这样子想自己，然后对，就是吵架，然后我就是悲观的我赢了，没错，是悲观的我赢了，对，所以我连表演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表演是好的吗？是真的好的吗？真的一直很怀疑，一直太怀疑自己。对。然后当我昨天看到影片，我哭的原因是原来我自己做的比想象中好，原来我自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烂，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呢？对，就是我哭的原因就是这个，就为什么我会自己对自己这样子，你懂吗？就是那感觉，我觉得有点大家都给我很多鼓励，然后可能我看到别人比较厉害比较好的时候，我都会开始怀疑自己，对，然后对，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自己，其实只要去做的话也会做得很，这也是可以做得好。你知道以前我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吗？就是曾经有一个姐姐讲过，就是小迪就是一个会做不好的人，对，有人这样子讲过，我就从那时候就开始既定了自己，就觉得对我事情我就是会做不好，我就是烂，我就是垃圾，因为我是一个，我个性是一个你称赞我就会有努力的动力，可是如果完全没有称赞，完全什么都没有说，我就会一直觉得是我不够好吗？是我怎么样？那既然我已经努力了，我也做不好，那我都不要做了。对，我都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所以就有点个性吧，人的个性。原来真的，而且我觉得我的 solo 部分虽然麻油的很华丽，小青的也很华丽，他的帽子部分很华丽，我的上轿起来真的会比较逊息，可是在舞台上我觉得是我很喜欢我的 solo， 我超喜欢我的 solo， 很大娱乐家，我自己看真的是太棒了，我 solo， 天哪，我真的是建议，算了，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自己跟自己讲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且，我说的我没有，就是我说的，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老师的认可。这句话是，意思是说，是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受到老师的认可，对，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我没有怪谁，也没有说什么，你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真的。因为其实我在说这句之前，我这思前想后，我这想的超多次，我是应该这样子讲的吗？可是我就很想跟大家说，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老师的认可，对，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老师想要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才会那么没有自信，所以请大家不要在那边乱猜想，对。而且那个抛帽子、丢帽子，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好像也蛮不错的感觉。我也有听到我出来的时候呼声是蛮大的，但是有一个不好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还可以更好的部分。对，算那个，就下一次再努力。我觉得这很整齐耶，很整齐，然后我有一个很喜欢的部分，就是直到现在那个帽子突然哒哒哒哒哒，那边大家很整齐，然后老师希望我们动作更大一点，就是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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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这个，我一直觉得自己动作不够，可是看起来是蛮大的，这边还蛮大动作的，我就很意外，可能是我练习没有做出来吧。我很喜欢那个之前很想念的他，那个很干净哎。这个等一下给你们看。这个超帅的，你们也觉得很大娱乐家，就是那个啪噔噔噔噔噔那个。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看这一篇。那个街角很我想念的他，那个很帅呀，就是那个，你懂吗？我再看一次，我至少看了十次吧。新的鱼竿那个，其实我本来想那个，就我是请我的一个比较会跳舞的朋友帮我编这个 solo 的动作，然后他第一个说的也是 Michael Jackson， 所以大家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 Michael Jackson， 可是最后想到这个蛮大娱乐家呢，我就说大娱乐家，大家会比较懂。时间的超充，我真是很爱我的 solo 的部分。
YouTube 有首歌叫 This is Me 是吗？是大娱乐家的其中一首歌。你看他，你看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我说哪一个感觉。Hip-hop 的歌我听一下，奇迹这首歌的表情是我超喜欢，你们都没有看表情对不对？其实这舞也是我有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教我那个这边的话要侧边才会好看，然后还有那个，他这个脚要打开一点才好看。而且我发现，真的是转完圈才把那个麦克风放到那个袋子里面，这找超久的。这是最后一秒哎、欸，最后一秒哎、欸，我真的吓死了。你看我这 solo 的部分，这个是不是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啪那个？那还有飞吻，然后最后这个表情我一定要说，这个快到，这个有一种藐视你们的感觉，超爽的，你懂吗？这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哇哦！不是说藐视你们很爽，是这个表情我看。我真的是哇哦，这很帅，你懂吗？好了，期待一下。是因为那个 Pitch Perfect 你知道吗？就那个歌喉赞，超级赞的。就那个他们 riff 的部分 riff off，
Pitch Perfect 2，我超爱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本来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这样，我给你们，我忍不住了。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动作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我是想要这样，就是这样。这本来是右手拿着，然后换左手，然后从这边带上去，然后再加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种动作，就是，就是那种，你懂吗？就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再加一个这样子的，然后一个弓箭步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你们自己站起来，给我站起来，就左脚是屈，就是这样子，左脚是这样，然后后脚是这样子直的，然后有一点这样子，然后这种侧脸就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带，然后再看一下，然后再跳起来，然后再转一个圈，然后像那种大娱乐家的，哇，那个圈你懂吗？就是那种，真的，你懂吗？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恰恰，那不是那个带了之后，然后下一秒就是要这样放手，然后眼睛要看上面。然后不是头要抬头，然后再原地跳，然后再转一个圈。好了，下一次，在大马路上还是不要了，不要危险，你们不要。This is how we do it， 好饱。
好多枫叶，写写圆滚滚的好多好多枫叶。在想，要发什么呢？生写真，赶快去订了，叶佩，早就已经结账了吧？我想。那个英格丽丽有问我可不可以分享我的贴文，但是我当然想说好，可是要等姐姐的决策，所以要等姐姐回。可是我想昨天直接跟她说可以，请用，你有看我直播吗？请用。她说有看你在店里面用餐的美美照，想分享在专业标记你的账号，请方便买，方便，很方便，请用。哦，要哭。Watch out！ 赶快分享有看我直播吗？请用。你知道眼睛最高我身边有给 Oh my god 喊出来。我要发文咯。你要听什么歌啊？请说。那之后再试改一下。其实还没发，只是我先说而已。我连我修了多少张图我也不知道，四张吗？五张？四张而已，好，四张，四张。谢谢生的告白气球。伸手开头散漫延，怎么竟然将会熟人吻我共你？何解于街角拥吻，私奔心情突然下沉。小小感情若然被禁，就会结束。不要拖到明天。No, it's now or never。当世间命路行尽了，无需见光也许更美妙。拖到天国下来，地体不再受骚扰。谢谢圆滚滚的带你去流浪。我要那个秀一下我的图，然后我会发，因为我这个图啊，它本来就长这样子，然后我想要看起来比较深，就是比较好看一点，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拉大一点，对，拉整个照片拉大一点。选迪奇指定选迪奇，谢谢。等我一下哦。相继地回家，如果正在陌生吻到到，题目故事发现一对男女地底街里失踪，一生都不出去也好，一街商店继续索，长居于此，何用再找地图？我要努力修一下边边不够完美的部分。谢谢大家。谢谢你乌诺的小浪花。
所以明天行一圈，花店书店，东北西南蔓延无缘。这是我很爱的中文歌。乐园若要探险，巡回山丘时。当世间明路行尽了，无需见光，也许更美妙。脱了天国下来的底部，我想唱歌，你们有推荐的歌，我等一下弹吉他。整个商店街沉闷了，无非要给你跟我在努力修图。迷路没完没了，没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好。途人们相继地回家，如果正在佛山晚报道，他继续会说人哥你知道这首歌中二之歌，你就让我哦，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了，我知道了，放心，等一下再给你来首中二之歌。可是等我一下。的全民在山道都从心中，我知啊，但没听。热源冬天没有花，我是不是没有听过这个？我想到中二之歌，香港观众哎，很赞哎，仁哥，你的朋友是谁？我要认识，给我介绍你的朋友好不好？你的朋友超有 taste， 超有 taste 的啦，的。我在修图吧，我在还在努力。中二之歌，还有 A 之呼吸。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喝茶。等我一二三啊，最后一张，对。舞台好有 feel。我用尽走地图。虽然我现在的年纪是比较姐姐的年纪，可是大家放心，我没有强迫自己当一个姐姐，因为我喜欢做自己，我开心就好。我是当自己的人。Beatles， 没有听过那首呢，呢。真的会欣赏耶，你们太棒了。我发了，你爱上了我。Look out the star,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 They were so yellow.等我哦，要发我先发文。邱俊松我有听过，可是没有听过，我听过神仔唱的版本。没有听过，等我，等一下再来一首中二之歌，这个我超想要唱的。是红藤吗？是红藤叫的吗？可以啊，行。
我在调我的颜色亮度之类，然后就可以发，发了就可以唱。有病就是你们。检查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呢，我现在发的全身照啊。本来呢，我的领带没有扎进去的，就是本来是放在外面的，可是因为制服嘛，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规范，就一定要遵守，所以呢，我必须要把这个领带披进去里面，对，所以就披了很久呢，我也请了一个朋友帮忙，真的是花了蛮多时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去看照片 ，OK。我现在要发咯 It's my life， 我知道。我要说，比你们还要帅怎么办？怎么办呢？败在我的女生不是说什么石榴裙下吗？我就说败在我的。披风下吧，披风之下吧，哈哈哈哈哈哈。好，我发了。发了，有点糊，没关系。哎呀，还 copy 掉那个 BGM 那个，太神 ，OK。走音。怎么办呢？你们都想听我的中二之歌，可是我脑袋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中二之歌到底要怎么唱？哦，就这样吧。中二之歌不是那么好唱的，你们知道吗？我脑袋快爆炸。中二之歌到底要怎么唱？其实我脑袋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你们叫我唱，我才随便的唱，不用雷同。纯属巧合，中了。
来的我只是随便的乱唱、哦、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就好。这是我刚刚乱弹乱唱，那个旋律也是有点乱唱，可能跟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其他歌有巧合，可是我是随便想到旋律我就随便唱。中二这个是红藤点的，我希望没有叫错你的名字。哇哦哇哦，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唱这种歌、哦、献给你们的这首歌，希望你们喜欢，就算不喜欢也希望你们给我听下去。这首歌叫《阳光肥宅》。阳光飞在走，只剩下红藤耶、yeah ，红藤，谢谢你。哇哦，感觉比那个指甲还要喜欢小弟。Yeah, 没有乱心的，不对，没有
发新的看小弟直播，酷酷小弟真的很想帮自家加油，自家加油。没人说读书是一件容易的事，希望自己加要加油，知道吗？耶！哇哦哇哦耶！那自家起重爆炸，希望它爆炸。可是你的好友希望你的体重爆炸。加油。好， It's my life 来了， It's my life 给你，想听就给听。好烧脑知道吗？哎，晚兄晚兄，你记得 去补档，我唱了一首中二之歌，你要去听哦，期待你的新歌哦，晚熊先生。好了 ，It's my life， 就给听。坐下。Song, they say the song for broken heart, yeah. 可以吗？还行啊。还是我直接唱给你听。It's my life, it's now or never, and I'm gonna live forever.I just want to live when I like. It's my life. My heart is like an open highway. Like Frankie sets it in my way. I just want to live when I like. It's my life.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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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有什么啊？我昨天想到一首叫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Now that we're here together。 看一下，Just what to do， 这首歌很难唱，很难唱。I'm a Barbie girl in a Barbie world，Barbie。Air Supply 超棒，初恋是什么？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Ah ah, wow. Ah ah ah, yeah. 哇，这太快了。Ah ah ah,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Wow, wow.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Ah ah ah,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Wow, wow. Qi哇，我在干嘛 ？Is play， 有一首歌我也觉得很有名，叫什么？他还有首歌叫什么？有一首很有名，我也听过是吗？我也听过这啊，我知道了。这个 ，Hello 大家，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唱一首歌。Upon a star, wake up when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n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high above the chimney top, and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我是你的 heart， 我是你的初心。Oh oh oh oh, I wish you my first love.
要过来。No, I done wrong. I leave your heart torn. There was devils too. So you're so low. Really, who's gold? I shot the angel in you. Now I'm rising from the ground, rising up to you. Filled with all the strength I've fou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I need to know now, know now, can you love me again? I need to know now, know now, can you love me again? I need to know now, know everything, they bring down angel like you. Now I'm rising from the ground, rising up to you. With all the strength I've fou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谢谢大家 Don't stay up too late. 谢谢三的告白气球。谢谢。吃好吃的寿司，随便点的。Free loop， 我没有听过 free loop。Always not your favorite song. Don't want to be the wi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So I can keep on going.
咖喱，好吃。我点的是那个鸡肉，什么玛莎里，玛莎里，什么什么烤鸡。拜拜，小赖。原版是比较好唱。来乱的，还有什么？讲一下。Don't stay up too late。人哥可以唱这首歌给我听吗？如果你在的话，我好想听你唱《Used to Me》，好听。感觉你是No, you're saying。出去，可恶！那时候只好请那个浣熊先生转告转告。All I know is
流血呼呼。该怎么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随便在 YouTube 乱按。对啊，不用找了，这就是随便乱按。你听那个旋律，你说哦，我超爱这个旋律，那都是你喜欢的歌，不用去找。或者是如果你要找的话，你先想想你喜欢哪一种曲风。你喜欢摇滚的，你就可以去听 Linkin Park， 日文一点点。然后你喜欢抒情的，我可以，你可以先去听那种。Bruno Mars 那种还蛮好的，对，轻松的 Bruno Mars 有什么？什么推荐？什么什么推荐 ？Full set 我的脸不发一语，呼气吸气便引动谣言。否释我的脸，不发一语，呼气吸气，便引动谣言。一分半秒论断，何其片面？眉头压角，怎去辨认良善？当然要哭，当刻要哭，当刻要哭，因何便污浅？如真的痛心因。要欺骗，而心的变迁，坦然去体验，才能无悔，受得住磨练。那虚假，那虚假脸卸掉了本色。啊，看不到歌词。那虚假脸弃掉了本性，性格急削平，直觉之居剩下原形，何以不率真修正？常皆修心养性，灭了反应，当作是种本领，人处于快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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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要任何英明？唱唔到。入门扭曲我心意，朝夜口舌不会反驳，便就卸下言辞，只知我信艺善后无意义。诚实做我写我旧日唔见，怎可觉得因情绪羞耻？从不想作假，只活这一次。人的喜与悲怎样咋不知？埋藏情绪又所谓何事？那虚假脸弃掉了本性，性格急削平，直觉切虚剩下原形，何以不率真修正？谁不该修心养性，灭了反应，当作是种本领，又是快乐了。救我！我真的没办法唱，太厉害了。Sorry， 气笑。听一下，听完就关了，我要关播了。那就下个礼拜见。Yes。是不是超糟糕？快笑死我了，气笑嘞！听一下，先听。对不起。人们否释我的脸，不发一句。对啊，等一下会出去。呼气吸气，便引动谣言。一分半秒论断，何其片面？眉头压降，怎去辨认良善？当刻要哭，因何便污点？如真的痛心，因何要欺骗？而心的变迁，坦然去体验，才能。你没有
去 B 旅吗？没有去哦。听说好像蛮好玩。其实这是我睡觉穿的衣服 T 恤耶、它有它的是那个肉末的那种感觉，就是肉梗的感觉，小心那个是 Hi Josh Hi Josh Who's that sexy thing I see over there。 我想听耶，先念排名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忙咯。谢谢第二十名的是盛盈，谢谢盛盈。第十九名是加波猫，谢谢加波猫。第十八名是五一，谢谢五一。第十七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第十六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十五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十四名是贤仔，谢谢贤仔。第十三名是 Fly， 谢谢 Fly。第十二名是班长，谢谢班长，恭喜贤仔接到我的时代，哈哈，谢谢。第十一名是俊盈，谢谢俊盈。第十名是空叶，谢谢空叶，空空。第九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八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七名是Sam， 谢谢 Sam。 第六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五名是风仔，谢谢风仔。第四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三名是侯银，多谢侯银。第二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然后第一名是 Joe， 谢谢 Joe。 然后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国树你不是发的那个照片吗？然后呢，其实呢你说什么表情很丰富什么多变的，我跟你说，其实前面两张照片我都还没有准备好，你就给我拍下去，你还说怎么什么风格多变的，表情多变的小弟 blah blah blah， 我是还没有准备好，你就按下去那个快门了好不好？虽然那不是风格多变的我，那是还没有预备好，你就给我拍下去，然后你以为是我风格多变，你以为那我那时候是很多表情什么的，不是，那是我还没有做好表情 ，OK？ 你在那边在那边给我掰，继续掰下去，继续掰啊，你最棒，你最棒。可是还是谢谢国叔帮我拍漂亮照片，谢谢。可是我跟你说我不 care， 因为 Who's that sexy thing I see over there? That's me standing in the mirror. Who's that icy thing hanging round my neck? Let's goShow me some respect. Oh, I thank God every day that I woke up feeling this way. And I can't stand looking at myself. And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N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我唱，对不对？哒哒哒哒，好像蛮适合的。试试看，试试看，一点点，我不会唱，可是我一半。
哇。Who's that sexy thing I see over there? That's me standing in the mirror. Who's that sexy thing hanging on my neck? This girl, show me some respect. Oh, I thank God every day that I woke up feeling this way, and I can't help loving myself, and I don't. If I was you, I wanna be me too. Wanna be me. 好，你们唱，给我唱。Me too. If I was you, I wanna be me too. 好，谢谢大家。Walking like a dentist, I go straight to where I be. I never pay for my dream. The anger is behind me. And some and.完了，乱唱。Thank God every day that I woke up feeling this way, and I can't help loving myself, and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now. 谢谢大家。听完这首歌我就不下播了。记得去按赞、订阅、分享我的 Instagram。Hey God, it's a little thing。年轻的碰着岁月，能像威化风光翠，花活动日也长活住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精粹，花活动每日大一岁。谢谢。拜拜大家，我下播喽，下个礼拜见喽。拜拜，下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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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拜拜，还有红包不管，拜拜。